能看到。奋斗者，奋斗者，我是总台央视记者，请问你们现在的状态怎么样？你们三个人的状态怎么样？完毕。我们现在三个人的人员状态非常良好，正在开展机械手功能测试，完毕。奋斗者，今天我们在进行现场直播，请问三位现在要和我们的电视观众有什么要分享的？完毕。亲爱的观众们，海底，万米的海底，妙不可言。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，向大家展示万米的海底。好的，